啊，这上这上挂是下挂，这上挂。啊，这搁我顶悬的迄、那个，伊讲我轮放去红天、就是，就是上早迄个大灾前的，上早迄个物件。挂是啥物意思？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卦是一个咱宇宙运行啊，是宇宙演化乌托邦世界。咱拢知影八卦嘛吼，咱拢知影六十四卦嘛吼，伊包括咱的迄、那个易经有六十四卦。六十四卦就是讲你这个宇宙运行，这拢无形的，这拢形而上学，不是你唔是看迄个天文，拢形而上学，迄运行的迄个规律。这是你啊按照这个规律运行，你就会达到迄个天作演化，那演化的目的，无你就出错去了，乱七八糟去。咱庙吼，咱拢定定看到庙有遮吊遮物件吼，这就是天珠啦。那天珠代表讲，咱内底迄个基因吼，咱所带来的基因吼。甲咱所学习的、咱所食的迄个基因，也是适当的融合，变作智慧，会当去脑部，会当去脑部迄个智慧、迄个心嘛，来代表迄个物件。这个天珠代表咱会当先去脑部的智慧，所以这拢是形而上学，这拢是毋是讲你看安尼就是安尼，你爱用。用超出物体外面的物件来看这个代志，所以伊有咱的迄、那个咱的心头有真深的解说，讲咱要安怎产生较侪这個天珠，就是讲脑部的天珠会当帮会当，互咱较侪智慧这个物件。咱普通读这些物件都是不入本心啦，都不成智慧啦，正经要安怎会当成智慧，会当让你去改变你的基因本命迄、那个物件。我嘛袂当解释到足好，我也是很伊拄仔有讲到咱迄个做工哦，就搁一个物件，一个伊提到就是讲爱，咱要安怎改变咱内底。已经有的那些基因，咱已经带在身体上的信嘛，你就是爱仰头去用光照内心，用额头去光照内心，迄就是做工的目的。咱庙埕咧做工，大工、小工啊，做工做少，哎呦，做少，就是要当，因为咱内心哦，其实拢黑暗暗啦。咱若无进步吼，无进化吼，无去修炼吼，咱内心是黑暗暗的。所以你要安怎拍开迄个内心，要安怎爱甲光照，讲台语也讲袂认真。爱光照啊，光照以后，你才会当看到讲哦，你内心遐个物件是啥货，你爱会当安怎去改变。所以光照光照是非常重要的，做照是非常重要的。咱一寡迄落民俗啊，毋是讲，毋知是安怎食饱营养去安尼做哦。咱有伊个迄个有神学个原理伫个遐。第二部分哦，我要放个就是讲，咱拄仔讲一个大概啦吼。你嘛较detail内底迄庙内底吼，一寡迄个摆设，是安怎有遮物件，是安怎有设遮物件安尼吼。你最少你妈有分支，
教无用的，无我还阁来相应。那么这阿妈道义就是要怎相应？较早以前无啊，无得了是阿妈道义啦。就是讲无形的物件，为这道啊，一旦表达在心的中间，会表达一个理来互相相应，彼此相应了，来传这个义。这个下底啊，先下义，阿妈的义的义啊，要传这个义。所以你先拜偶像，要你相应之道。所以闽南寺庙的道义足复杂，这拜了吼，那是泉水、九阴爷、妈观音祖师，观音祖是五分天分到我下面，观音祖。所以观音祖到观音帝君是共人的，那么就了事了，另外观音帝君到观音祖是。是袂同款，那么，伊个是一个妖嘛，即地官五五千对，啊，咱看即个庙是个牌楼，新鲜个十个基因，啊，咱何了何了啦？个庙是啦，两种个地，一个地就是新鲜个，今年个地是即九基九九啊，用九啊拍牌，叫做基因个。基因细胞基因内底的材料，拢拢是这个就你内底，就是讲咱身躯内底基因内底所有种子的 N D 的图，拢在这内底。这叫做阿拉多基，阿底文字拢嘛英文拢是基因内底，搁一种白色的额头罩嘛，搁一种白肤白色。那么第二个上加好的是玉破光，但是搁是穿的无同底哦，是安尼叫嘛？你讲？但是白色的嘛，一个迄个叶叶花团个硬膜，即个额头浸在即个空气了，皮个物件往硬膜弯下去透过来，所以叶啊，个金子带温度啊，断的叶啊，弯下去内心的硬膜去弯到膜皮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基因的，用基因这新鲜来写经济，那么今天天气比较好。天王都卖说下下天来的，对面的天王呢？啊，这一种天王都卖，他把这一种都弄种起来天气了，就他妈弄起东西。难怪他这叫一个天王，啊，挂上，这个叫龙船，龙船，这只龙船来搞起来，这个天船、龙船、龙船，连体所传达一个龙船，那么这。天公之后，这个燕文个唐文端，这因为这个好像天公之后吼，就燕文家。那么这个秋年，夜里隔夜的夜里，那么这个天文公就把卦象来发轮。所以这种的佛教，佛德各位先天来就来，大拢同款，是正常咱用不同的这个东西。来高血压，来你说诶，土地我是不同嘛，所以这是咱的拜老祖，哦，过来咱看这个亚头亚台，那么这个咱的新竹牌亚头这跟这之后提供的额啊，它这个量，那么一般来讲，这个量这个下两季，那么跟这些。那么众生能够徛在个草内底，那么阿这个英文阿讲这条啥？这条就是个译注中书，欢迎译注中书。那么去了哦，这很屌啊！阿去了译注中书，那么众生个这夹来，那么入门了哦，入这个入门了哦，来哦，欢迎就是众生是伫个所在，第一，那么变到去哎，天龙就卖炮灰来这个，这个北部北部的这个罗。那么这好容易哦，所以拢是讲徛台开工，迄囝大概会出来。这天堂有卖，但艺术中不能中这条，啊对对对，图像到底怎么图像？老干面的七种茶，所以这多少钱呢？啊，这动作是这下这这种的多。
不能够讲，咱咧好好明白，不能够拢差得不多。一块话是伫讲这一部分的，话讲听的，听下的，而不来先来讲话有做的。所以，当拢总是阿罗尼所的闽南需要一砖土一瓦，拢是阿罗尼，迄是种叫做向前土的，所以毋是偶像。变红啊！安尼啦，较彩彩。即变红，就是内心中的一只心跳，叫偏激、复杂。那么，再经过这只糖，心头痒痒的，那会心心头咧得，心内了啊，人偏激的挂中的挂中的数码变红。那么，这上这十二，这罗中就是阴阳。那么这下卦，这个上卦，那么中翻译，来建一个咱内心的世界一个架构。所以讲五行五柱，吉星出台，卦中吉星，但这是跟我五柱的原型，所以五也中分。这个乌鸦就不会，那么这个乌鸡、这红鸡、这鸡啊，三个形，这个一环，三个鸡，这个一环，鸡的一环就不巧地状，鸡的一环就千代不同，这红的一环就是这一环就是这鸡的今天的艺术，那么有些有些糟糕，这北方的先民用，西方的化先民用，中土的基因之下。东方的财星运用，南方的元星运用，诶，组合卦中五行的五柱关系，五爻就分就会将要，将要。迄个运用吼，运用就是单位的姓嘛。每一个姓嘛，单位啦，敢若咱要量讲公分啊，公尺迄个公寸啊，啊，咱要量姓嘛，咱姓嘛要哪代表？迄个就运用。哎，有因迄个有分做私生人用、化生人用，啊个胎生人用，啊个卵生人用，这迄个这么真复杂，没有这么讲。闽南的寺庙，那么这是一个小的部分。那么入去大的就是要看将近几百个大。那么每一个大，拢讲一个红阿多伊内底内内部，所讲的拢是太空内底，所基因内底变化。这那边是 OK。这迄、那个啊，阵啊要搁看较侪吼。伊这每一个要流行，主要是迄个清水煮煮粉盐，伊内底每一个布置啊，拢有伊个意思。譬如讲，即个像哪一个白花香，花香，咱讲和尚花香，咱台语花香，回想意思花香。伊爱伊讲你爱哦，我用另外一个。我另外一个发药来做，是咱台语的迄个语言呐，是真深的，拢甲神学有关系。即个指纹岩啊，指纹，你讲道中前缘的指纹。机魂，哈！哎，这个庙你嘛常常看的嘛，哈！哎，这代表是迄个一卦，这卦心，这一个四，伊讲四，等于咱们讲吊一个乾卦、上卦和下卦。啊，一个西哦，左西，左西实在是左书的意思。你看左西，咱等于嘛就左西嘛，哈。即头做左西嘛吼，啊指定啊指定，
这发过，发过咱心心跳，迄个发过，心电振幅。祖师罗，你伊，种我念，我先要念一下哈。伊讲，那贯穿天地人三界的轴心圆是无形的道口所在。那爱一界爱蒙熏以后，上下两界再开启。起心动念，上下两界开启，你的起心动念才有众神明来给你扶持啊！哈，啊，这七重塔天就是咱脑盖偏激体顶管有这七重塔天，那是伊就讲这是迄个所有的佛祖神明的所在。啊，这是回向啊。回向，回向。这烧金炉的所在哦，烧金炉是，迄嘛是真侪意思，啊，对我甲已经有关系啊，我搞不清楚。啊，这迄个光明顶哦，咱知影庙内底有光明顶哦，光明顶有11520个的顶，迄顶代表这不明的迄个变化。那命数的变化，伊拢总你咧已经在普世的时候用11520个变化。哦，这是迄个心机牌啊，咱心机牌啊，咱迄个好多人拢有心机牌啊，厝的拢有心机牌啊。啊，你看这埃及伊冇心机牌啊。啊，这神机牌啊，这是伫个镇南宫，我先从镇南宫来，镇南宫的神机牌啊，从西天总土历代祖师的神机牌啊，啊，这是清水主文言也。咱的好老表拢有神机牌啊，咱对咱过去的祖师的一个尊敬。所以咱的庙吼，不是佛教，咱叫做灵济正宗。所以咱的迄个传统的信仰，甲佛教相当无共款。尾也是拢难做伙啊，不过是相当无共款的。有趣啊，这个最后，没什么，我 OK。我拄仔给创掉去啊。OK， 所以咱阁继续来听最后一段。我这怎么弄掉呢？
那么有基因性嘛，有细胞体的性嘛，内底要咱来组合，迄内底有种子，内底有负责这个功能。那么上重要是啥物货？从了拍开啊，然后照内心，迄、那个内底胎藏甲光影起来，你来看下。好多人拢是依照这个心态来体验这个意义。意思是啥物货？意思爱听到爱功能，照个内心来开悟。那么拍开啦，拍开意图中枢，真正。好奇了些。那么拍开了，也好重要。拍开了，那么爱掏开，因为这个平地里来的用舌尖的皮啊，掏开这个烤电的舌皮来的，和紧俏冰冻，爬电嘛，捞出感动钙华，让清净发心，清净了，中心观五心开始转变，一面结识个境界，现在状态。所以咱的就是会变得拢用讲出伊的意思，开关是专注开关是是，伊的变得一下清净化清，感觉带动啊，这是伊的主题。咱智慧人是讲发挥也好，智慧透过出也好，拢是智慧，就讲智光。那么阳阳刚的阳气，阳就是讲骨髓内底迄个骨头有山岩山，就讲嘛是红色的。咱身躯内底恰恰恰，所以恰就恰行了，用心不败，内底金，内底个心嘛也金不败，所以妙心的功用是安尼。即卖客家人、闽南的、河南人，拢总是西天的民族，多难造出。是，哎，西天还行。那么两千几年前，有经过波斯人、波斯大流士，甲又甲这个亚历山大帝四百年统治，过来就是罗马400年统治。所以经过千万年统治，今仔的西天还入去的人，死也死，倒也倒，已经走遍全世界。那么。上届大纪录也是咱个闽南，所以即摆埃及人唔知影埃及话嘛，唔是讲埃及话，是讲伊人个话，讲古波斯个话，所以甲埃及断根了，所以埃及个人就跟着起，跟着写天，对吧？即个描写文化个写咱个阿伯吼，感谢。这是林先生的迄个著作，我摆咧遮吼，这一部分尔。著作足侪啊。嘿。啊，小咱大家会使看，不过莫提起后边吼，因为我干那即套尔。啊，你若有人需要，再甲我讲，我暑假转去时阵再甲买。啊，袂，我做一个结论啊。我结论哦，嘛是讲一个故事啊，大家听。啊，我告诉啥？我记啊。哦，对，去有一个故事哦，讲有一个查甫囡仔宝呀。啊，因家细汉就一张迄啰 apple tree 哦，一大张 apple tree， 细汉就伫个 apple tree 啊，佚佗啊，食 apple 啊，过啊真好个童年。啊，到大汉啊 ，teenager 啊，因就开始有一挂烦恼吼，啊，一挂。迄个社会问题开始烦恼，爱就拢会走去迄个 apple tree 下骹，甲即 apple 讲，甲即个 tree 讲吼，讲伊心内心声吼，啊得到迄、那个心灵的迄个安慰。然后伊搁较大汉啦，伊需要离家去读册，啊是去城内做代志，所以伊个离开足久的。啊有一天伊搁倒转来，啊伊带足侪一挂人，一挂机器，哦，啊，换一挂迄个机器道具安转来。伊甲 Apple Tree 讲 ，Apple Tree，Apple Tree， 真实嘞吼，我即马要踮咧遮起一根钢琴吼，我需要甲你装起来。Apple Tree 讲，我按细汉就照顾你吼，你爱啥我拢互你啥啊。我即马我连我身躯嘛互你啦。啊，这个故事吼，甲咱我今日讲这有啥物关系嘞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咱的宗教吼，就是敢那一个 apple tree 啊，
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苹果树，咱按细汉，咱大家拢可能伫咧台湾迄个社会大汉的吼，拢对即个台湾即个宗教可能拢不陌生啦吼，拢办拜过啊，是拜有迄个养分伫咧遐啦，拢真欢喜。像阮细汉，像迄个林老师讲的，咱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都市开始，就是按妈祖经开始。第一条路按妈祖经开始。我细汉要买什么物件，买一碗米粉汤，要食一个啥货，拢去妈祖经。阮迄个龙山寺头前就有一个菜市啊，迄逐工哦，甲妈祖甲我迄龙山寺啊，甲迄庙实在是拢足大足大的关联伫个遐。细汉嘛是伫个埕遐佚佗。啊，甲大汉出来读册，拢袂记了了。啊，不过有两个物件，予我印象足深的哦。一个就是迄、那个，这个龙山寺哦，给我足大足大的滋养。我细汉住喺龙山寺后壁，我就按这龙山寺看到台湾的民主。迄阵台湾迄五六十年代吼，迄台湾白色恐怖还佫足恐怖的时阵吼，恁可能拢唔敢讲话的时阵，每一摆要选举哦。迄龙山寺是灯火通明，足闹热的。迄台湾所有迄个民主运动者吼，拢按遐开始的。迄孔令雄，我按细汉就知影孔令雄的，按细汉就知影高玉秋哦。迄拢伫个迄个龙山寺埕开始的，甚至有迄个老欧啊，因普通时也唔敢讲话。要选举的时候，伊嘛讲伊要选啥，挂一个牌啊。所以我按细汉嘛知影讲老欧啊嘛是足。足有气的，有气的。啊，迄龙山寺，刚刚买啊，米勒都事件一了哦，迄个气氛啦，政治气氛非常非常低，伊要安怎搁起来？嘛是去龙山寺，好去迄场哦，我印象足深的，我搁按美国转去，周清玉啦、林振杰啦，迄个还搁啥？迄个人烦我袂记，一排人伫咧遐，啊，咧唱迄个。望你早归啊，什么呀？伫唱遐呀，唱到大家哭到要死哦。迄龙山寺是人，就是人咧埕哦，甲迄个围墙哦，拢是满的人。所以伊嘛是滋养咱的民主，按迄个龙山寺，按迄个庙开始。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迄个教育啊。啊，搁另外一个是咱的经济，其实咱的经济嘛是按遐开始的。你免讲咱细汉的时阵，所有的物件、所有的市场，拢是围绕着迄个妈祖庙，还是龙山寺。我记得印象非常深，我大学我要逐摆要逐工早起，我要去坐一号路去读册的时候，我拢经过龙山寺，遐拢有迄个罗汉卡徛在遐，要迄阵台湾经济拄啊要起飞嘛吼。哎，罗汉卡徛遐吼，要互人甲，敢若咱遮迄个Home Depot安尼，遐墨西哥啊，吼叫人来甲请安尼。逐工早起我行过遐，拢足烦恼的，啊，毋过嘛足可怜安尼啦吼。迄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时阵，你伫咧龙山寺口看会着。迄尾啊，互我印象足深的，我尾啊做罗岗运动哦，我想就是安尼开始的。所以其实咱的庙吼，是咱这個民族精神的迄个无形的支柱啦，啊，伊的道理非常非常的深，我会当讲的是干呐非常非常浅的一部分。你看伊会当写遮尔啊侪册，这是一部分尔。你啊去伊网站，伊去搁较侪。这个物件非常深，连西方人拢就是因拢唔知影。因拢搞不清楚，连迄个 Joseph Campbell 因所看迄个象形图文，因所了解的迄象形图文，形而上学是非常非常浅的一部分。啊，其实咱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所以，我真希望有志之士啊，大家做伙学习，多谢。